哇，这么多妖怪徽章，哇，满山满谷的妖怪徽章，现在我们家有这么多妖怪呢，有这么多的妖怪。爸爸，橘色喵，来，橘色喵，你要找啊，在这里呀、橘色的，这不是橘色吗？它是红色喵，红色喵，哇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它的妖怪徽章是红色的？你装一个试看看，看它是什么声音。昨天一个是开门，昨天一个是开门。开门。人呢？你现在要用少一个了。要用哪一个？你的等不及在这里呀、对不对？昨天这个也是开门呢，昨天这个也是开门。是啊、你最喜欢听等不及呀、开一吗？这是什么歌啊？开一吗？这是开一吗？菠萝小怪，那用这个。那这个是谁呀？火山喵。火山。阿里巴巴耶，没有成功哎。要呼叫妖怪。怎么叫叫叫？看了噻。玉贤芳。玉贤芳。叫叫叫叫叫叫叫！这一盘是什么妖怪？这是青菜妖怪。叮叮叮叮！叫叫叫叫叫叫！对呀、他们两个是一样的，他们两个是一样的族。看，你用看这个。它也是一样的哈、一样的放在这里。